不宝，你知道下个月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？嗯，你猜一下。算了，我告诉你吧，下一个月有个海豹日和动植物日。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海豹围巾。给你买礼物，你还这么矫情。我觉得挺好看的呀。不着急，等会儿我和你换几个造型。你可以等我把话说完吗？谁让你长得这么像海豹？你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你是不是海豹？接下来让大家欣赏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海豹走秀。